算卦的袁先生料事如神，但他一定不会料到我化为文士藏于他身。先父为成全取经而死，我等无一日不想为先父报仇，却无一日不是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没了你，便能了却因果。
先父违抗玉帝旨意，头悬市曹，我等恐玉帝见罪，拜求袁先生搭救，逃离四毒。可袁先生说，夺得了一时，夺不了一世。
会有人来取我们的性命。先生还说，舍身成人便是我族世世代代的天命，我信，但我不认。但愿你的命不是在为这老天做嫁衣。朱府不去相会，更待何时？缘落缘起，不妨再赌一把。